医疗法传统泡脚的多重好处。泡脚作为一种传统中医疗法，结合适当的中药材，能够带来多方面的好处，包括缓解感冒、减肥、消水肿、改善睡眠、降血压以及改善肾功能等。以下将详细探讨泡脚在这些方面的卓越功效。一、缓解感冒症状，无论是风寒还是风热型的感冒，搭配合适的中药材泡脚，能够增加血管通透度，促进出汗，进而消除呼吸道组织的炎症、肿胀、过敏现象。这不仅能够改善感冒症状，甚至还具有预防感冒和咳嗽的作用。二、减肥、消水肿，泡脚能够提高新陈代谢和心跳速率，有助于瘦身，特别是对于久坐、缺乏运动的人，血液循环较差，泡脚能够改善这种情况，对于水肿和酪梨型身材的减肥效果更加明显。三、改善睡眠、降血压，热水泡脚能够使血管通透，引热下行，有助于降低血压，缓解头胀不适，使思绪稳定。因此泡脚还具有安神助眠的功效，能够改善睡眠质量。四、改善肾功能，部分文献提到，搭配合适的中药材泡脚能够固肾补气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达到改善肾功能的作用。泡脚的好处还包括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缓解疲劳和压力，缓解关节炎和肌肉疼痛，以及缓解感冒和流感症状。因此这一传统的中医疗法不仅在身心健康上都有着卓越的表现，更是一种简单易行的自我护理方法。泡脚养生之道深植于中华文化医学理念之中，古代智者相信预防胜于治疗，古人以调和阴阳、调理精气、纠正脏腑偏差为主要手段。泡脚作为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自我调理方式，强调阴阳平衡、气血流通，有助于血糖、心脏、阴阳平衡和精神上的放松。古人更注重全方位的养生观和修身养性，保持一个平静祥和的心态，用最好的心态来应对外界的压力和挑战，从而减少焦虑和困扰，在不让烦恼的情绪影响身体，活出健康自然美。